人生没有如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，配合我的新书《长假》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的长假生活小日子。9月26号，我将在 Bounce Shop 的 Connection at Nexus 举行一场独家分享会，得到通行证的朋友们，我们到时见喽！当然，还有一场唯一一场的公开签书会。就在9月26号下午5点，不冲 IOI Mall 的顶楼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，聊聊天，最新消息请锁定 Melody FM， 到时见。